customer assistance office. Please press your phone number. 请输入你的电话号码。输入密码，然后按星字。你没有任何信息。修改，按三字。你没有任何信息。修改，按三字。提示，八字。你现在应该作出选择。当你需要更多资料，请按八字。想知道整个系统简介，就按八字两次。当你作出选择，运作指示和提示信息就会中断。对外口信，按一字。密码，输入新密码，然后按星字。不需要密码。新密码是6969。修改，按三字，提示，八字。